全方位发展。哎，我要安利一下了，知道吗？文文有新专在发，他的这个同名歌叫做《是我特别特别的飒》，他本人也特别特别的飒。来，文文来到我们的合影区，来到这里，来到中间，在这里和大家来纪念一下。有请。哇，今天这个发型也很特别哎。我想那叫这个词叫什么？让大家去来可以美丽发型，千变万化的美去定义它。因为每一个人并在今天这个夜晚要见到微博上热爱大家的他们，所以展现了不一样自己最好的最好的一面。真的是这样的，因为就是时尚的造型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欢迎。而且你知道文文特别可爱，他在微博上发了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说是春天的第一二张自拍。我想说不够不够，一两百张了。好，谢谢。欢迎欢迎，来来到我们的下一个合影点。可以第三张自拍马上诞生了。我们也期待着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。是呀、啊、Jessica 欢迎。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他在微博上有一个沿途风景的记录打卡，会拍很多。